先入座，也给各位解释一下，因为静夫人是我们豪宅的岩霸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唇印在方圆百里都是非常值钱、非常抢手，很多人梦寐以求的，请各位好好收藏。那我要好好收藏，收藏这张那个唇印。明白了。看不见的人，你们都是没有智慧的人。只要是亲过了，就已经留下了百里的香味，是吧？